今天就是要去那个拍我们的大片了，但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被刁难。可我们今天很多人已经做好万足的准备。你说被刁难的万全准备吗？不知道会不会抓到警察局啊？我今天那个尺度是有特别审核过的，应该是没问题。怎么了？他说不能拍了。Did you know? The camera was started. How many of you? Just when I only take this camera and this camera by the way.那真的有一个警局哎、欸，真的有一个警局，历经浩劫终于回来了。所以我们话不能乱讲，不知道会不会抓到警察局啊？我要疯了！怎么突然变这样啦？等下准备要到这边，会被刁难吗？这么漂亮的埃及艳后，我是个埃及艳后吗？对啊，但是小时候因为我看见挺变大，超高。我们现在很夸张，你看。哎，你不要你，好笑。那、啊、等下问说，你们是来商业拍摄的吗 ？No， 其实我根本没有商业拍摄，没有收钱，好吧，是自己喜欢的、啊。看看今天会不会刁难到什么程度 ？Beautiful。嗯。好。哎呦，是哪位 Street Girl 您啊？是这个巨星，我们现在要去看演唱会。上一次 Vivian 就是幽默的董事长，幽默的董事长，然后还有 Pony 超厉害的，今天的摄影师，嗨，阵容今天抢到非常大，大阵仗。我们今天就是要去那个拍我们的大片了，但我们不知道会不会被刁难。可我们今天很多人已经做好万足的准备。你说被刁难的万全准备吗？不知道会不会抓到警察局啊？我今天那个尺度是有特别审核过的，应该是没问题。Do you want to see that there is? Yes, it's not allowed to make a picture. Change was not allowed. Yes, it's not allowed. Yes, it's not allowed. Yes, it's not但是我们再回去想。好，我们再想，回去想办法。好大的，好大的屁股啊！我现很匆忙。刚刚第一挑战的时候，就说我们的衣服不可以，所以我们回去换了件衣服。Polly 跟我们说，已经有人注意到我们了。那里面再被抓的话，事情会很大条，所以我们就今天放弃在金字塔拍那个大片照。我们今天就换这个，然后把那个大片照移到 Mina House 拍。为了艺术牺牲，真的是就是甘心奉献。Can call your friend. Everything will be right. We will back. Oh, really? Yeah, yeah. Oh, okay. 喂，他说没事，会放我回去。他们叫我不要紧张。我在家里也办没事。没关系，没事。Thank you. Sorry, sorry. I don't put it. Oh. I film the camera, with the guy. Leave it with the guy. Okay. So just keep this with me. Okay. Okay. No problem.Put it inside. Yeah, put it in the bag. Okay, okay. Good. I finished. Sorry. 我跟你讲，我刚笑坏了。你爱讲。那真的一个警局哎，真的有一个警局。历经浩劫，终于回来了。所以我们话不能乱讲，不知道会不会抓到警察局啊？我要疯了。
only for her Facebook. Okay, it's fine. Yeah. Okay, thank you. No problem. Thank you. 现在来到了哪里呀、啊？米南 House。米南 House 是什么地方？就是一间皇宫改建的饭店，是开罗宣言签订的地方。Okay, no problem. Thank you so much. One, two, three. Okay. 我遇到，thank you. Okay, and I am here. Okay, thank you. 这个是经理耶，然后他帮我触动，他在脸上还有个红。Thank you. Into the middle.You have seen. 好，跟陈良出来都遇到一些很奇葩的事情。No problem. OK, sure. 他说让我们到任何地方拍照，都不会再被这样对待，都会有很多人来照顾我。Everybody will take you, will take care of us. Yes, I will do it for you. 抱一下了啦，抱一下。是他让我们这边很安全的在这里拍了。方便来，然后他说都不 OK 是不是昨天就说你在阿拉伯吃的特开，他们看你的眼神那个满出来的爱，你是他们的菜，哇浪漫，哇哦天哪，他送了好多蛋糕，你们然后又遇到老板那么好，我又有好有坏，比我的天堂那么地狱。我们的造型是维拉，你今天这样一整天跟下来有没有更进到我的世界里面，可不感觉该交给大家听听看，比金字塔还震撼，但很美吧？颠簸很美很美，颠簸中依旧漂亮。对对对，就是在我们的颠簸的人生当中，依旧可以屹立不摇，稳住，懂吗？你能想象今天才第二天而已吗？我觉得好辛苦哦。才第二天吗？人面狮身像超可怕的，真的真的好可怕，像银河剑，这个法老好像要坐起来了。我是徐乃麟，我是台湾熊秀，我上单比红，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 我们是号角响起。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伦。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李佳贝就和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哇，好快哦，生日快乐。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